师，您既然看到了，可有什么法子攘解？方法自然是有，可惜大师不信，贫道所言也是枉然。别，我们相信。大师您上座。您坐。道长大人，神仙大师刚才多有得罪，在下给您赔礼了。大师啊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我非仙非圣，只是在山中修行多年，今日路过贵宝地，以救人危难而已啊。是，还求大师多多指点。大师有所不知，此事观涉天机，要求到多位神佛保佑，以我的功力也只是十之有七呀，还需府上众志成城。你们这个诚心可有啊？有，我们都有。有。那把他们都叫来吧。快去啊，把所有人都叫来。快点啊。都进来。来。跪下。快点跪下。来。各位听好。若要去灾，须得心诚，斋戒沐浴，祈祷焚香，缺一不可。是。取清水麝香。快去。麝香洗去尔等被污垢的眼鼻口舌。怎么什么都看不清了？看不清了，真的看不清了。哎，俗世凡尘，需看不见，方能六根清净。来啊，随贫道来。好，拽着我点儿。这边，看不到路。来，你慢点啊。跟随贫道念诵神咒，心口合一，同声传诵，念诵七七四十九遍，去祸得福，记下了。记下了。那。停！不行啊！此咒语虽然法力无边，但是有几种人他是念不得的，否则即便贫道用尽全力，不仅帮不到你们，反而适得其反。哪几种人呢？第一种，残害生灵，谋人性命者。放心，杀人那是灭天良，谁会干呢？我们老爷最仁慈了。是、第二种，勾结官府，占民田产，强占强取者。这个，我们老爷也不曾做过。第三种，装神弄鬼，假装医术，骗人钱财者。我们老爷何曾做过如此伤天害理之事啊？一旦做了，天打雷劈呀！是。哎呦！
都没有是吧？好，跟随贫道念咒，保佑尔等。那。往前走啊，往前走啊，不会走啊，不会走啊，使劲走啊，使劲走啊，吁吁！神仙没意思啊！老爷别着急，丢弃点金子算什么？你不是还有别的金子，还有好多房产吗？破财消灾，你该这样想才是啊！破财消灾？嗯，最大的灾就是没钱，我宁可抱着钱下地狱。老爷，你依旧不怕下油锅？下油锅？只要给了钱，我晾那些小鬼也得手下留情，等那时候油锅都是凉的。
都是那个破老道给害的，他一出现我就倒霉，不想我非抱这个仇不可。哎，老爷，我不过是劝你冷静，即便那老道真的有诈，也非同小可。老爷，我的意思是，千万不可贸然行事。对，我不贸然行事。你不是说给他来点阴的吗？ 好，那我们就给他来点阴的。雪，把孔雀胆给我拿来。哎，老爷，你真要这么做，那你不怕报应吗？我不怕报应，有了钱我什么都不怕。去，把它给我拿来。不不不，我不拿，我怕报应。哎，你不拿，行，你不拿，我拿，我还就不信收拾不了一个破老道了。老爷，老爷，去，给我闭嘴。你可想好了？